所以你跟莫你们是不认识的，是不是？我认识。你认识他？嗯。他还这样子。就是我们都大家一起喝药，所以可能旁边人会误会谁跟谁，所以就看不清楚，大家都好皮。哦，那妈妈见过他的呗？对他反应。对，我妈妈见过很多我的朋友。那对他觉得印象如何？印象如何？就他很有 say no。没关系，我帮你打给助理。哈哈哈哈哈！现场抽号，抽号给助理姐。那凡哥对他的印象？要不要回答？你可以去冰冰秀那边堵凡哥。那经纪人对他印象？经纪人直接问他。你面前节目在他里面。他有要出道吗？没有了，没有。没有吗？但他还是富二代。他是艺术家。哦，艺术家。哦，所以你有做情歌给他听吗？嗯，我跟听说有吗？是。所以你跟莫你们是不认识的，是不是？我认识。你认识他？那他还这样子。事后有跟莫允文聊过这件事。莫允文你好棒哦！这你真的不要混淆。给拔下手。所以你们不熟？不熟吗？没有啊，我们都有很要好。哦，都很要好。就是我们都大家一起很要，所以可能旁边人会误会谁跟谁，所以就看不清楚，大家都是好朋友。现在还是吧。我们大家都是好，现在是。那你们有三个人一起出去过吗？我们事后还有一起出去過。不是，我们都是很多人一起，有，我们都是很多人一起，因为那时候姐姐也有办生日，对。哦。他的生日。莫允文的生日。对对对。哦。我们就很多人，我们大家都好朋友一起过生日，这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